九九们中午好啊，吃中饭了。今天吃这个，昨天这个鹅肉，然后下了这个粉丝，这个大家都喜欢吃这个粉丝，又下了这个面条，结果这个粉丝全吃完了。我的话加了一点粉丝，还加了这个面条。鹅肉粉丝，哇塞，这个粉丝就像煮面条一样，哎，给它调一下这个味，特别好吃。鹅肉，鹅腿子没人吃。昨天水泥地已经打好了，然后今天准备做这个竹泥巴了，竹子也带回来了。谢谢观看啊！嘿，今天吃粉，炒鸡蛋，然后这是辣椒苗，嗯，好吃。加上那个辣酱，好好吃。
啾啾，啾啾，啾啾，回来，回来。我抓你吃哈。好吃。吃饭家们，麻辣霉豆腐的，这个金针菇，韭菜炒的鸡蛋。草也太多了。